这是今天早上菜园里面摘的红薯叶，不会也发苦吧？这个苹果不会吧？你要剥皮啊？这难道不用剥皮吗？好像不用吧？怎么会？我从小都剥这个皮啊，怎么不用剥呢？这厨房真的好臭啊，你知道吗？太臭了！这个买错了，是个尿包，不是肠子。这不是猪大肠吗？不是啊，好像是个尿包。我反正不懂哎，这真的是个尿包。什么是尿包了？我也不懂。装尿的。你没吃过这个东西。我们吃过，吃的是猪肠，小时候经常吃，煲汤的。切那么大，等下怎么吃？你切小一点。爸爸，嗯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排骨啊，不是你喜欢吃的吗？哦，原来这个就是排骨啊，还以为你没买。你饭煮好了吗？要炖排骨啊，啊排骨，你说要炖熟一点，我怕等一下你扯扯扯。对呀、啊，你每次吃东西都是像个什么样的扯，炖熟一点啊。炖烂，炖成汤，还直接用喝。现在是不是炒的，那个臭臭的，猪大肠啊？猪尿包。我先尝一下我们咱家的红薯叶。嗯，这肉好吃。这凳子坏了，还有出买钉子往里面。买钉子。咱家红薯叶很脆，不苦。那是我炒的好不好？这个大肠有股味道。什么味道？大肠的味道。那本来就。啊！你们怎么了？那。这就是有味道的菜，这比臭豆腐还要臭。你怎么可能怕脏啊？真的很臭，有一股味道。放在这是大肠吗？你知道吗？不是大肠，尿包。装那个啥的吧。装尿的。你们买的时候应该注意看。我以后再也不吃这个东西了，好恶心啊！老板，你想吃啥就你吃吧。你这个烫个嘴，快！你吃什么？烫个，还笑？好好好。大肠真的，哎呀，不过今天菜还是好吃的。排骨炖烂了没有？炖烂了，好吃。你爸炒啥菜都是好吃的。哎呀，这嘴真甜。猪大肠都好吃了。那你吃过？豆菜咸，你知道吗？哪个太咸了？这个有点咸。嗯。反正你是哪里咸了？你味道重。是你买那个盐不好，买的臭盐，我放盐都没人瘦。嗯，反正都有理由。大大的理由。爸爸，你怎么吃出那么多汗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感觉你刚才像下雨了似的。太热了。你看我一滴汗都没有，我一点汗都没有。我也是。身体好。心静自然凉。我也心静自然凉，因为我在下面的时候。我心静不凉，我怕你们把排骨吃完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在下面的时候像糖分一样，心静自然凉。姐姐再吃个这个，我不要，不吃，不吃算了，嗯，这次吧，别浪费了。不过下次我也想买一次，拿来煲汤。嗯，真的，我们小时候夏天都吃这个，是去凉的，要和豆腐一起煲。要买新鲜的。或者和海带一起煲，对啊。这是尿煲，你买个尿煲来煲汤。对对对，猪大肠，这好恶心啊！我。
我嚼也嚼不烂。但是你牙齿不锋利呀、啊，吃的我好撑啊，最近不太想吃东西。你带零食吃多了。家里没有零食，只有西瓜，西瓜是水果，吃了应该不会长。我等着晚上吃西瓜。没有，谁说的？我只要在八点之前吃就没事了。八点之前。妈妈说八点之前。之后吃会长胖，八点之前就没说。今天吃会长胖，明天吃都一样。再加点葱花。来，再撒点胡椒粉，撒点。什么？直接炸，炸这两块钱。你这个脚你可能上，你看我这全都是硬的，被咬的，难受死了，胃疼死了。爸爸，这你看我弄的脸。